你要走去叨位？你要走去叨位？你拜廖准公，我唔敢对你安怎。反正今日阿妈若是要怪我，阿是要来救你，拢已经袂赴啊啦。 你先坐了，蛮多啦，你来这容易啦，一枪腿上，一枪腿上。哎，哎，哇，水哥，哎，江家里，张家里。 阿姨，你来伫遮。你阿妈烦恼嘉玲啊，所以叫我来边去看卖啊。阿妈烦恼嘉玲，应该是你袂放心阮两个照顾嘉玲，安尼你都无法度伫妈面头前表现啊。你想伤多啊，我等到甲烦恼你，啊你若会喘干呢？就张嘉玲死计学袂走啦，还要甲少峰一直滴，一直滴，我才喘。 我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，少峰？你想要直直廖嘉玲？我有一个文件是公司真重要合约，张嘉玲摕去算，我当然是要收回来啊。那张文件本来就一个大生意，哪会用本身抢？嘉玲，乖，紧提出来，邢少峰。嘉玲，你敢有摕人合约？无。 漂亮阿姨，我绝对无提因的物件，有神经病是因两个，唔是我。张嘉玲，妈，该讲我讲袂顺车啦，咱家己超过紧啦。好，哎、欸，你是要创啥啦？你都讲伊无提啊。阿姨，精神问题人讲的话，你也相信哦、喔？唔管伊讲啥物，你也放较尊重嘞。 若找无，就代表恁咧讲白贼，会去予天公伯啊天打雷劈。来啊，你来检查。检查。 够真个哦，一日都无看诶，唔知讲送倒位去哈。漂亮阿姨，我把这酒邀，咱回去食好食物件好不？好。啊，检查过啊，我要先带家人来转啊。 你拍件合约，看是要公布还是找警卫甲你斗找？我家己处理啊，唔免你烦恼。我知影你搁要来找我讨迄张纸，啊，不过我着真正无摕啊。免遐尼麻烦啦，我相信你的头壳一定有问题。我已经叫少峰去申请精神鉴定报告，相信法官若是看到你安尼，离婚诉讼一定会过。 正是离婚了后，你就永远永远看无恁囝。恁母仔囝拢敢做遐尼侪袂见效的歹代志，原本我当作你有外巧，不过到最后，恁才想起来，我的弱点是我的后生。我刚刚想讲，你是假神起笑。
煞袂记得你搁较小，嘛是一个妈妈。我会当为我的囝做任何的代志，相信你嘛是同款。你要我做啥？莫遐尼赶紧啦，我会予你一个交代。咱两个人的问题做一摆彻底解决。即马，你都点点带我行。安娜，恢复正常啊，还是无要演啊？讲我予伊看囝的规个就拢好起来。你真正甲大家装啥装到有彻底呢？你无留伫演艺圈演戏，伤可惜啦。你解决问题的方式，就是找雪莉来做伙对付我。两个人拍一个，敢会想歹看？我袂让雪莉卡你啊！紧上车。你要我去倒？送你去美国，甲恁囝做伙。机票甲护照拢甲你传好啊，小等雪莉会送你去机场。你一到美国，我就会汇100万美金去你的户头。只要你安安分分的过我，卖回来闹。我就会当和你继续用叶太太的名义，甲恁囝过好日子。以后每个月我拢会钱入去，这是我上大的牛波。谁人会当继续做叶太太？谁人？我决定就要甲你交代。唔免交代，因为根本就唔是叶家什么人。你莫遐尼激动啦！啊，若无雪宝融在你的肚子里。你都无条件甲你未来大家谈判。我为着少峰付出这么多，等这么久，今麦张嘉玲要离开啊！叶太太这个位会当扭出来还我吧？叶太太这个位，敢是你话两声就坐起哩？少峰爷妈无希望因两个今麦离婚，我就无爱节外生枝。也唔过我的囡仔一天一天咧大汉的，教练意思是讲，我要等伊让我爸上死去。我才会当做叶少芳的太太，一定要死一个出来，才当换一个气性。你当我靠山寨，就尊重爱戴，你嘛就要偏要帮我继续戴。要若无，你会当走啊？你莫跟我讲遐，先熟悉少芳的人是我，先甲伊做伙的人嘛是我。为着伊的前途，我退啊，我一退再退。我等的是啥？等的是一个名分，唔是要让别人吃我狗狗。多谢您偷我个车船吼，我想来走啊。乡人啊，去危害着少峰，这条线我送你头壳顶。上海我的囡仔变成独行子，我得找上圣小。我开车从啥？你开我的车来钓啊！你赶紧停车哦，要不你会后悔啊！我若是戆仔听你的话，我才后悔一世人啊！跟你讲，今仔日不管是用什么手段，我一定会逼到你离开少峰。
凭少峰叫你离婚，你敢无爱？少峰本来就是我的，该嫁予伊的人是我。一个查甫人连结婚都无法度照家己的意思，要离婚嘛要看别人面色。伊若有法度予你幸福，我的头要转落来予你坐。你敢讲少峰安怎？我着把你的头转落来。啊！所以讲，爷再来这三个卡去用啦。啊，不过你一定后悔，因为叶少峰袂予恁的囡仔事业，伊连家己的面粉都收袂掉啊。顶一个爷家的事，会变成伊一生上万分的代志。你搁要对少峰做啥？你是要个干死？不话多啦！他妈张嘉玲，你在要创啥？你要把少峰的名声毁掉呢！嘉玲，你较认真个啊！我已经提出上大的诚意要来解决啦，你唔通唔知好歹哦！你这是啥物事？你只是叫我把叶少峰的秘密讲出来。少峰无啥物秘密，惊你讲啦。无你讲啦，你爱啥物条件，你才肯好好配合。我无可能配合的，你母阿甲所做的代志，我爱你付出代价。算我甲你拜托，一个月，你入去一个月，等我甲代志处理好些，你想要回来你就回来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就算讲伊肯，我嘛无可能答应啊。恁一个月你都无法度等，我已经等十几年啊，这是我离业界上紧的一届。那是失去这个机会，我唔知影你要用什么借口来应付啊！这件代志嘛，得要顾虑阿妈的想法，你要顾全大局。我已经替你顾十几年啊，嘛好通给我一个结果吧。我也要倒来，即卖有囡仔，一切拢以囡仔为主。无我的同意，啥人拢无资格替我决定任何代志。我即卖有囡仔，我袂搁再忍啊！你别想啥！啊！啊！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动手？你是要把伊弄死啦？今仔日就把代志处理你的，我嘛无想要看你的面色过日子啊！少峰无得处理，你这小杂毛，我来处理啊！啊！啊！雪莉，放手啦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啊！快走！你们慢慢和我回去。两位和尚，你们和我送到那个程度。去啊！莫过去，唔着看伊去用饮食。张嘉玲是家己爬起来，阮跋倒的。若无想要饮食，就赶紧家己爬起来啊！嘉玲，嘉玲，你在创啥？我报案啊！你报啊！到时阵警方若是问起来，你就莫想想，你要把这人杀来我家。我若是犯官哦，你嘛无可能无代志啊！明明就是你两个人起脚动手的，啥人会当作证？这着咱两个人尔。我讲你是共犯，你也是共犯。没事哦，爸，大家做伙试试，就是试看卖啊。你敢威胁我？十几年来威胁你一次，无算超过啦。今仔日这件代志，算咱两个人的秘密。我替你阿哥少峰处理这个麻烦，希望以后你会当当作媳妇把我看待。若无，我嘛无可能将你当作大家尊重。